那不要，我们找缓的地方下吧。这边刚上来的地方还蛮缓的。我今天是满嘴沙子。小心啊！我一次真的掉下来吃土啊！啊，真的！我眼镜都撞坏了。掉下吃土？掉下去，脸撞到地，然后吃到土。你小心。那天我们躲到一个很偏僻的地方抽大麻，抽完之后就太嗨了。好梦幻哦，有没有？有点像是地上的极光的感觉。把它夹掉。地上的极光的感觉。流沙，你看，还是塌陷。
一直在吃吗？代表好吃啊。好吃吗？你没吃到吗？你没吃到吗？我知道你要吃无毒有机吗？那个也蛮酷的，那个 pattern 也蛮酷的。树后面那个，哦，就那个，对啊，是啊，那不知道是谁做的，应该不是你吧？有可能，那蛮厉害的。那你要下去了吗？这好结实哦。为什么？这不结实啊？这叫结实吗？这里我想让它从下面，然后崩到上面去。哦，可以啊。这是雪崩嘛？这个基本上就是雪崩嘛。雪崩不是从上面吗？雪崩从上面。对啊，这里是真的吗？嗯。你刚刚没有看到。我刚没看到啊，我看到全部是从上面崩。给要踩深一点吧，从后面一点开始踩。我快自己掉下去了。你是说这样子吗？不是这样子，它是从下面开始滑，滑到上面。那你要多重啊？我也不知道哎。不可能吧？有，绝对有。它是下面的那个先松了，然后松上面。下面通常压力很压得很紧。但是有的时候它是下面可以松的。好吧，这都是上面松的，那我们再换一个松的吧。你真的豁出去了。魔法。